目光所至，是他即将要牵手下半辈子的女孩。也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，一同陪伴着我们见证，来迎接生命当中最特别的时刻。接下来，让你将目光移至后方，掌声来送给我们今天的新娘玉文，挽着爸爸妈妈的手，来到大家的眼前，掌声欢迎。是我们的玉文爸爸，跟我们玉文妈妈。小时候，玉文也是牵着这一双双手，一步一步，在我们爸爸妈妈细心的照顾和呵护之下，慢慢长大。今天，我们一样牵着爸爸妈妈的手，来到了我们见面的手面前。亲爱的玉文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。从小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，现在你也被爱包围着。现在围绕在你身旁的是两位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，一个是在两年前相亲时遇到的那个男孩，一个则是现在站在你左手边，在你出生时第一个说爱你的男人。这个男人是我们的爸爸。玉文，我们转身给爸爸一个拥抱好不好？告诉爸爸你也好爱好爱他。过去的日子，谢谢我们的爸爸。在成长的旅途当中，当然还有我们非常伟大的妈妈，怀胎十月辛苦把您生下来，教会你如何去爱人，教会你如何去爱。妈妈，我们也抱抱我们的女儿好不好？在今天，每一个拥抱都代表着心中最深最深的祝福。未来的日子，请你们宝宝们都要放心哦。宝宝们，今天其实玉文透过婚礼是想要告诉你们，他找到了一个很可靠的男人。这个男人现在就站在你们的眼前，也是我们的见证。爸爸，我想邀请您亲自牵起女儿的手。妈妈，我们上前来牵住我们女婿的手好不好？我们来上前牵住我们现任的手，把我们手心的温度传递给对方。未来的日子，也希望我们爸爸妈妈继续陪伴着他们，把我们心中的温度温暖传递给彼此。未来的日子，宝宝们，这双手我们就要轻轻的来放开咯。未来我们就要对他们放手了。在未来的日子当中，我们的见证会陪伴着我们玉文幸福的走下去。爸爸妈妈，我也想要邀请你们移动脚步来到我们女儿跟我们女婿的眼前。今天这双手我们紧紧就来牵住，不要放开了。今天有再多的感动跟感谢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一字一句来表达。今天我们带着玉文给爸爸妈妈一个鞠躬，来好好的感谢他们，请鞠躬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爸爸，谢谢我们的妈妈。在人生幸福的旅途，也需要爸爸妈妈继续引领他们走下去，你们是他们最棒的榜样跟楷模。也邀请我们的玉文爸爸妈妈转个身，我们面向前方。这双手也一起来牵住，也邀请妈妈带着我们妈妈跟大家挥挥手，邀请我们的女方主婚人正式进场，掌声欢迎！掌声也恭喜我们的宝宝妈妈，宝宝妈妈可以往前走了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谢谢大家过去的辛苦当中，我们的家人总是为做他们最大的靠山，最大的依靠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们尽量可以陪伴着我们玉文，一步一步稳稳的继续走向人生的全新向的篇章。在接下来的时刻呢，我们红毯正中央的是我们全新诞生新娘，我们今日跟玉文即将呢，也要在大家的掌声之中踏出他们人生幸福的第一大步喽！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新人，他们两位准时登场，掌声欢迎！
的推荐。